没错，英雄气短正是因为儿女情长，就是整天想那些恋啊爱啊，什么事也做不了。首先让我们把线索理一理，你们想谁有可能会去杀燕如？除了急着想跟他分手的洪俊亮之外，会不会是秀庄里的人？不会吧，秀庄里的人都性情单纯，而且燕蓉的人缘非常好。那会不会是不相干的小贼强盗？豆芽巷只是他们幽会的地方，平常没人，更不用说有什么贵重的东西。嗯，好，那现在剩下最有可能性的就是周俊。周俊向燕蓉勒索是为了钱，但是如果他把燕蓉杀了，那岂不是完全落空吗？除非周俊有个非杀燕蓉不可的理由，所以连勒索都顾不得。如果燕蓉被逼不顾，情急之下反将一军，他跟周俊说他手上握有周俊的把柄，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把柄，甚至攸关周俊的生命，周俊在惊恐之余来不及细想，一心只想杀了燕蓉，这样子他才会觉得安全。福星 啊，你说的只是推测，可是那也都是合理的推测。关键是，如果燕蓉真的握有周俊的把柄，到底是什么？到哪里找一点线索啦？哎，婉儿啊，你不是在燕蓉的荷包里找到几张借据吗？你可不可以把那个真钗哦拆开来瞧瞧？我也是这么想，所以都拆过了，什么也没有。燕蓉的所有遗物我也都看过了，并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东西啊。可是那几张借据也查不出个名堂啊。等一下，那几张借据大有名堂。去他个蛋面！我终于知道凶手是谁了。哎呀，丁共，我推测，但是我相信，杀周吉和杀燕蓉凶手是同一个人，就是周俊。周俊，哎，诸位差爷，留步，请问有何贵干？我们要找袁婉儿。我就是。跟我们走。哎，大人，哎，有话好说啦。哎，这位差爷呀，婉儿住我这边住得好好的，他又没有犯什么错，你为什么要把他带走啊？告诉你，有人在县里告了他一状，说他是燕蓉命案的真正凶手。下，带走。走。是我，婉儿。是我。哎，放开婉儿，不行。婉儿，放开住手。我跟你看看啊。好，别。凶手。想当初，我跟他在这看好戏整坏人，多快乐！如今却……人无信不立。洪壮师，你饱读圣贤之书，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，公然违背自己的誓言？难道你还有资格站在这里当壮师吗？有劳贺兄的关心，不过您多虑了。在下并没有违背誓言，为什么不能在这里当壮师？洪壮师不仅是说话不算话，更是睁眼说瞎话。他曾经当众立誓要封笔三年，你就算是忘记了，但是当时围观的人那么多，难道每个人都是健忘的吗？请问贺壮师是否记得当时在下的誓词？本人洪俊豪对天立誓，只要设定的姓名人在，我便疏财行善，封笔三年，如违誓言，天理难容。没有错，那你为什么又……你没有听清楚。我所说的是，只要设弟的性命仍在，我便封笔三年。但是请问，设弟如今在哪里？既然上天并没有依约保住设弟的性命，那当然我并不需要遵守诺言。你明明知道令弟的死跟那个誓约全然无关。我只知道我并没有违背誓言。你们有完没完了？本县要开工了。福星，别跟他多说，他还自作自受，随他去。哼，你看他们两个多亲热。小姐，你不是来关心洪少爷的吗？干嘛老盯着贺公子啊？洪壮帅，你说要告发燕蓉命案的真凶，真凶何在？老公主一见，哎，这个人不是别人，就是他。谁？袁婉儿。胡说八道，袁婉儿怎么会是凶手呢？贺壮士，我好意提醒，这美人关是危机四伏。
你千万不要因为霍云美色而昧于世事，袒护凶险。你口口声声指袁婉儿是真凶，请问你究竟有什么理由？老公啊，人证、物证、动机一样不全。洪壮士在告发元凶的那个状子上已经写得明白了。哦，袁婉儿，本县问你，在杀死燕荣的凶手到底是不是你？是就点头，不是就摇头，不要浪费我们大家时间。请听大老爷明鉴，小女子绝对没有杀害燕荣。那我问你，来到临江县以逆真名进入秀庄，是不是一开始便意图对我们家不利？可以这么说，不过洪壮士心里明白我这么做是为了什么。接着你又利用燕荣的死嫁祸给盛哥。也可以这么说，不过我早已坦诚一切，得到知府大人与盛老爷的原谅。老公主啊，由此可见，这袁婉儿虽是女子，但是她心机深沉，毒若蛇蝎。她既然有陷害我洪家的动机，那么她杀死燕荣嫁祸给盛帝便不是不可能。当然不可能。如果袁婉儿当初要嫁祸给洪君亮的话，又何必改变心意，主动的为洪君亮澄清罪名？柯壮士，根据我的判断，这一方面他是因为要挟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再者他想借此伪善的举动，让人产生他并非凶手的印象。你，老公主，他这个说法纯属臆测。老公主，虽属臆测，但尚在情理之内。总之，这个动机是可以成立的。况且袁婉儿既然有能力为设立澄清，那就表示在案发的当时他人也在现场，他自己就是最好的人证。如果说杀人的不是设立的话，那嫌疑最大的就是他。那倒也未必，我就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人，那个人呢是燕荣的。且慢，不管那个人是谁，你现在有没有办法证明案发当时他人也在现场？不能。既然如此，你就不必多费唇舌了。好，就算你所说的人证动机勉强成立，那我请教你，物证？你要物证是不是？就是这张椅子，当时这张椅子就在城市地点旁边，椅脚上刻有一字，经过比对，很可能是燕荣在临死之前手上的金簪子刻下，已经列为物证。讲起这个物证啊，说来话长，其中呢有许许。其中呢有许许多多原委呢，我不说呢大家也不太清楚。老公主明鉴，这椅子脚上面刻了一个几字。且慢，各壮士，你怎么能肯定那是一个几字？你怎么连这个要？哎呀，拜托你好不好，一横一竖一横下面加个口字，这不是几字，那你说是什么？依我看，这一横一竖一横再加个口字，它就是原字的上半截。洪壮士，你怎么样，说不出来了吧？你根本是在漫天乱猜，无边无际。哼，照你这么说法的话，那我也会说了，一横一竖一横再加口字，这就是斋字的左半边吗？对，我也可以说是节字的右半边吗？当然了，我更可以说了，是十一口，代表十一个人共同谋杀燕荣的。哎呀，还有啊，老公主，你再看清楚点。如果把这个字儿倒过来看呢，是口干，啊，口干，这我也可以解释成为是燕荣在临死之前口干舌燥，什么都不想，哎，只想喝碗水嘛。还有，可能是吉祥如意，吉人天下，吉屋高照。说的真是好啊，大家提前过元宵猜灯谜吧，猜到明年都猜不完呢。够了，柯壮士，你别在这里装疯卖傻，扰乱公堂。哎，对哈，扰乱公堂，下下，谁又让你上来的？柯壮士，你刚刚所说的斋字、节字、十一口口干都跟本案毫无关系，但是这元字却是跟本案密切相关，这是你再怎么狡辩也没有用。你也不要忘记了，这个吉字也是跟本案密切相关。我做一个大胆而理性的揣测。且慢，我的推论你称为漫天乱猜，但是你自己的推论你却称为大胆和合理的揣测，请问这公平吗？不公平，本县也说不公平。哎，贺壮士，你不要再揣测了好不好？哎，不，
老公主，啊，当初设立也是因为人证物证动机一并俱全而遭到收押的，而如今袁婉儿也是人证物证动机一并俱全，请老公主一视同仁，将袁婉儿当堂收押。他所说的人证动机，尤其是物证，相当不明确。老公主，若是你将袁婉儿收押的话，恐怕会遭人误议啊！何壮士，这还有什么好狡辩？这当然了，你们两个干什么？下去，下去！怎么弄啊？这是，师爷，你看，你看，这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帮帮那个洪壮士的忙才对？哎呀，你看在此，你不能装作帮忙的样子。等我们想妥了再做决定。好，大老爷，嗯，我愿意被收押。婉儿，你疯了不成吗？我怎么自愿被收押？你别回头看，我告诉你，周俊正躲在人群里朝里头张望。真的吗？你没有看错？我没有看错，你果然说对了。之前红二少成了嫌疑犯的时候，周俊自以为安全，现在我也成了嫌疑犯，所以我想被收押，让他再度以为自己安全了。然后你在外头帮我捉住他。不行不行，大牢里面暗无天日，你吃不了那种苦。吃不了也得吃，就这么决定。你们两个有没有把本县太爷放在眼里？你们在那里嘀嘀咕咕有完没完？现在到底要怎么办？结果一样，小女子愿意被收押。啊，老公主，你再给我十天功夫，为我推论搜集证据。十天之后，我再来到公堂上，与洪壮士辩个分明。好，十天之后再选，将袁婉儿暂时收押，退堂。喂，心棉波比，不要再让我看到两张苦瓜脸。哎，怎么样，找到没有？哎呀，整个码头的弟兄们啊，都在帮忙找，哎，到处都找遍了嘞。这小子怎么会找不到人影呢？哎，他还真会躲啊！几个大组长都说周俊欠了一屁股债，怕是短期之内不会露面了。爱博的人哦，手若像是冻袂住啦。啊，周俊不敢去大赌场，啊，会不会去小赌坊啊？嗯，干娘这你放心，我所有弟兄们呐，在各小赌坊都布好了眼线，只要他一露面，绝对跑不掉。嗯，哎，只怕时不我与喽。哎呦，你莫安尼想嘛，打起精神有信心，啊，你若泄气，婉儿还能指望谁呀？没错，只要有一丝希望，我都不能够放弃。丢了，我还再去找。嗯啊，哎，这是朱平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，赶紧盯着，去去去去去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有人在湾桥附近的小赌坊啊，发现了收据。太好了，石头，赶快分头进行。好，说走就走。等一下，石头，你知道进行什么吗？哦，我们要进行。先去看看他是不是左撇子，如果是的话，我就又多了三分把握。然后，君豪，你今天看起来心情还不错。因为我很快就可以为君良报仇。你弟的死真的跟婉儿有关吗？你不相信我？我不知道。小龙，我让你记住，凡是我所爱的人，无论他做了什么事情都是对的，我会尽我的全力保护他们，即使必须要不择手段，我也绝对不会让他受到任何一点的委屈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他们。小龙，难道你不希望也有人这样爱着你吗？可是不需要问，不需要怀疑，不需要伤脑筋，
你只需要相信我，听我的话，安安心心的让我保护，懂吗？嗯。所以你会站在我这边支持我，对不对？送他1000两银子，1000两银子，是啊，哎，这不就可惜我不是那个周俊啊，不然呢我就发财喽。周俊，大哥，嗯，你刚才说周俊，是不是周公的周，英俊的俊？对啊，他就是我们家老爷要找的人呢。那是不是蓝田县的周俊？哎，你认识他？我说我要找周俊，你就说你是周俊。那我要找唐伯虎，你是不是就唐伯虎啊？你也太巧了吧！你是糊弄我的？哎，不会不会啊，大哥，我可不敢糊弄你啊。只是，请问大哥，你家老爷为什么会想要找我，而且还要给我1000两银子？这，我们家老爷交代过说要保密，所以又不能随便讲。为什么？哎呀，保密就是保密嘛，我们家老爷自然有他的原因了。什么原因啊？就，哎，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呢？反正是侯康就对了，好不好？既然你不肯讲清楚，那我就不能相信有什么侯康的了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啊？你已经落魄成这个样子了，你觉得我们家老爷会图你什么东西呢？怪事年年有。当心一点总是没错。好，随便你信也罢不信也罢，反正我们家老爷子那白花花的1000两现银放在那儿，你不来拿它也不会变烂也不会变臭，你要当心是吧？那你就慢慢在这当心吧。啊，不过你千万不要后悔啊。喂，哎，大哥别生气嘛，你家老爷房里可真有1000两白花花的现银。1000两是给你的，我们家老爷他有好几万个1000两啊。你说什么1000两白花花的现银？哦，你碰风也碰得太离谱啊。哎呀，我看他那时候在迟疑啊，那我不说了夸张一点怎么动了他的心嘛。嗯，娘，这回真是错怪石头了，石头反应很机灵，对那种赌徒而言，没有任何东西比现银更有吸引力了。好啊，那你也机灵一下，你把1000两白花花的现银给我变出来。对哦，福星啊，我叫那个周俊明天一大早在茶馆等我回话。嗯，下1000两现银。哼，啊，我看哦，别人啼笑啊。贺公子只借一个上午，然后就分毫不少的还给你。这
一千两的现银是满年赢吧？迄伫路若去用抢，还是去用骗，去用偷的变啊？不会啦，只借一个上午啊。一千两不是小数目呢。原来是因阿娘出大事。不是啦，这银子是要拿来救那个袁姑娘的。啊，那你叫他等等吧。哎、欸，快要找谁就找谁，莫来找我啦。什么袁姑娘、扁姑娘，搞什么地带？老爷，不能等等吧？哎、欸，你知不知道那个袁姑娘跟我们家关系可大的呢？可气的我没关系啊，像那个有什么关系？关心到我们家小姐的终身幸福。干嘛呢？对啊，因为小姐之所以生贺公子的气，袁姑娘是导火线。如果袁姑娘能被救出来的话，她一定会很感谢贺公子，然后啊就会以身相许，这样小姐就会对贺公子彻底死心，你也就安心啦。万一袁姑娘救不出来，那贺公子可能会回过头来纠缠小姐，小姐说不定就三心二意，这样啊她跟洪大少爷的婚事就难说咯。为了小姐的终身幸福，难道老爷不值得冒一个小小的风险吗？罢了，为了小龙的幸福，别说借一千两，就算一千两都捐出去，我也甘愿。小姐，真被你料中了，老爷果真答应了。本姑娘神机妙算，就是要爹啊，会为了让我嫁给洪君豪，做什么都愿意。小姐啊，这次帮贺公子这么大的忙，他一定感谢死你了。哎，你千万别告诉他。为什么？他会以为我已经不生他的气了。哦，原来你还在生他的气啊？那你为什么愿意帮他的忙啊？傻子啊，不帮他的忙，怎么知道他拿那一千两现银要搞什么花样？自以为很聪明是吗？可惜你碰见的是我李小龙。你是说要跟本县太爷做买卖？而且这笔买卖对您而言可以说是稳赚不赔。哼，哪有那么好的买卖啊？只要明天你们肯配合我，如果破了案，扬名升官好处完全都是你，我分毫不占。万一呢？要是没有破案，也是我自找倒霉，没有人会知道。如何？这笔买卖对你而言是不是稳赚不赔？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我又没有活得不耐烦，怎敢欺瞒老公族？哎，您说看看，咱们要怎么配合你？娘，真足奇怪啦，哪弄来的很怂哎、欸！甲迄个借啦，安尼穿起来哦，较像好嫁人啊。你甲看。娘，我已经是个大人喽。哎，三百银啊！我是讲哦，甲荷包再带上。好、哦，来来，我看者、嗯。哎呦，果然有派头啦，有像好嫁人啦。阿元借位小道情，要够赞。娘。阿妈。现银来了没有？来了来了，小龙他爹哦亲自押送来的。你都无看伊目睭哇，大瑞盯着那些大元宝，一步嘛无离开哦，根本就无心情去跟玩家。哎呀，好笑是咧，紧张什么呀？又不会把它花掉，借用一下而已。丢丢丢丢丢。好，哎，嗯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握啊？婉儿的性命都在你手上哎。娘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。哎。咱们家老爷那贵姓你讲啊，待会你跟他讲话的时候留神一点，别得罪他。这蒋老爷这么有钱，怎么会住在这种没有客人的小破店啊？这切，
说起咱们家啊，那可是比庙里的大雄宝殿还要漂亮。只不过呢，这次咱们来临江县是找人秘密行动，所以呢要低调一点。你住在好的地方，人多太惹眼啦，所以就委屈一下了。那为什么要这么神秘兮兮的？哎呀，咱们有钱人家的事情你不会了解的啦。啊，待会老爷自然会跟你说啊。哎，管家大人，哎，人我带来了。老爷呢？你们来的正好，老爷心情好。刚才呀、啊，花了3000两买了一块汉玉。3000两啊，那其实不贵啊。老爷，前厅有请。启禀老爷，人我带来了。周俊跟贾老爷请安。你确定那个人就是他？不，回老爷的话，姓名、籍贯、年纪都没错，应该是他。不知道贾老爷您找我有何贵事？这是个秘密，到里面说去。我跟你讲哈、啊，待会儿你老爷跟你问话的时候啊，你就照实说啊，保证你的好处。大哥。1000两银子，哎，我诓你这干嘛？1000两银子在咱们家来讲是九牛一毛。你们在外面守着，别让别人进来。是老爷。哎，且慢啊。你干嘛？刚才贾老爷不是说了吗？这既然是个秘密，就需防隔墙有耳。哦，这小子挺机灵啊，佩服佩服。哎，谢谢大哥你夸奖，有我的钱呢、啊，多多提拔。哎，好说好说。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啊，阿元老李？老爷，你是不是冲啥？哦，老爷，老李，行啊！老爷告退哦。你看看，连我们家账房先生都奴婢成群，过得真的是太舒服了。那个周俊呢？你要是真的机灵的话，我就好好提拔你。多谢老爷。这个账房先生呢，对我倒是忠心耿耿，他生怕别人就会骗我银子。其实我告诉你，这1000两银子算什么？我根本不在乎。嚯，真的是1000两银子？嗯。你可知道为什么专挑你来赚这1000两银子？不管为什么，只要贾老爷您吩咐下来，我周俊呐、啊，火里来刀里去，没有第二句话。不用你火里来刀里去，我只想透过你帮我找一个女人。哎，谁呀、啊？她叫艳荣。哎，老爷您为什么要找她？告诉你吧，我爹呢，就我这么一个独生子。上个月他跟我们吐了一个秘密，在20多年前我爹在外头有笔风流账，那个女的生了个女儿，一出生就送给别人收养，现在我爹年纪大了，想起来心里愧疚，就要我把这女儿给找回来，要分给她一半家产。我四处寻访才知道，我那异母妹妹原来就是艳荣。只怕她自己还不晓得呢。真有这种事啊？我们打听到了，艳荣呢是跟着你一路离开龙田县，女人家不在外头走动，难以查访，所以我们只好一路找你，找到你自然也就找到艳荣了。怎么样，艳荣如今人在哪里，她住在哪儿？只要你肯说出来，这1000两银子就是你的。
你怎么会来啊？我为什么不能来啊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，老爷。这又是谁啊？待会儿再告诉你，先坐下。你到底怎么搞的？我在办正事。我也有正事啊，我要保护我爹的银子。哎呦，你可真会挑时间，我正办到紧要关头的说。我不管，我要在旁边看。你讲这什么话？我在办事，你要在旁边看？别闹了，我不在唱戏，我在救人，这不好看的。我不管，要是你不答应，我就把银子带走，一拍两散，大家都别玩。哎，大小姐，没有人在跟你闹着玩的。哎，你考虑清楚没有？要是人逃走了，我可不负责任啊。你，好吧好吧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不准说一句话。哎，白花花的银子，真可爱，恨不得吞下去。唉，早知道这叶柔会有这个狗运，我又何必杀她？如今后悔也迟了。这贾老爷刚到此处，人地生疏，还没听说叶柔的案子。我得把握时间骗他一骗，就算赚不到一千两银子，好歹也弄点好处。老爷，来，见过我的第八房小妾。第八房小妾啊，老爷。您真是艳福不浅啊。这个女人嘛，就是小心眼儿，她怕我一时兴起就凑成个九美图，所以就暗中跟了。真是想不开。阿俊呢，这一千两银子我瞧心里就烦，巴不得你赶快拿去。告诉我吧，燕蓉她现在人在哪里？哎，回长老爷的话，这燕蓉啊，她人在外地，住处呢只有我知道，还请贾老爷呢，你先赏我几百两银子当盘缠，让我去把他带来见您。嗯，这，哎，谁知道你会去多久啊？这我家老爷最怕等人了，不如这样吧，我们跟你一起去找叶蓉。哎，这。而且老实告诉你，其实我还不太想找燕蓉。那为什么？他一来分掉我一半家产，那我的损失可是太大了。所以我不辞辛苦，亲自出马，四处寻访，又不愿意惊动别人。其实我是想，想怎样？不行不行，你跟燕蓉的关系匪浅，我可不能告诉你。贾老爷，不瞒您说，我跟叶蓉的闹意见早就分手了，没有什么关系匪浅。老爷您想怎样呢？不妨就告诉我。好，那我就告诉你，其实我是想杀了他。其实我是想杀了他。杀了他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你懂不懂？我懂，我懂。老爷，你想的一点都没错。好，你果然是我的知音，在这边我就告诉你，只要谁能替我杀了燕蓉，就提高这10倍赏金，我给他10000两银子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您没开玩笑？10000两银子是小数目，跟我所能得到利益相比，那实在是太便宜了。不行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你胡说些什么啊？哎呀，我总觉得他就是凶手，我要想法子套出他的话来。真的？那我帮你。也来吧。你什么都不了，你不要帮我，你只要负责装哑巴就可以了。10000两，是1000两的10倍。1000两银子在眼前，
他又说得合情合理，我还有什么好怀疑？他倒是很快，毫不掩饰地承认他想杀人，那我又有什么好怕的？乔老爷，这一万两银子呢，我领了。你开什么玩笑？莫非你想帮我去杀了燕蓉？我不是要杀他，而是已经杀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才不信呢，小兄弟，你想发财想得快发疯了。焦老爷，您要是不信的话呢，您可以到衙门去打听这桩案子。燕蓉确实死了，而且这是我杀的。我有一种偶发性的耳背，你刚才说什么我听不清楚，你再说大声一点。我说啊，燕蓉确实死了，而且这是我杀的。果然我所料不错，你真的杀了燕蓉了。我就是用这一把刀子啊，把燕蓉给杀了。那怎么官府都没有把你抓起来？我运气好，前后两任替死鬼，前面一个已经挂了，像后面这一个呢也快了。我不信，看你长得斯斯文文的，你能杀人？要我怎么说老爷您才肯相信呢？这样吧，你把经过说出来，你尽量说仔细一点，或许我就能相信。好，我说，当我知道这个燕蓉勾搭上洪二少之后呢，我心想这可是赚钱的好机会啊。于是那一天呢，我就跟着他到豆芽巷去，我只不过是要他去跟洪二少要点遮羞费啊，可是他竟然呢跟我翻脸，还拿我的把柄要挟我，哼。所以这样你就杀了他？没错，这是他自找的。我身上碎银子太多，不小心掉出来了。那我问你，你到底有什么坚决理由让你一定要杀燕蓉？难道他握有那个把柄真的是十分重要吗？这蒋老爷，这一点吧，实在是跟您没有关系，我想我就不说了。你说这什么话？你想想看，官府能帮我证明燕蓉是你杀的吗？啊，就凭你一句话，我这一万两银子怎么送得出手呢？我没工夫跟你闲耗，你要是坚持不说的话，那你就请便吧。好，我说，这我非杀燕蓉不可呢，那是因为他知道我杀了一个人，他想要去告发我。你说我怎能够不杀他呢？这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啊。果然我所料不错。我在那龙田县呢，唯一的亲人就是我伯父周吉。他平日呢是放高利贷，而且人小气的要死，就连我跟他借钱呢，也要一板一眼的打借据。有一天呢，我被这个赌债给逼急了，我就骗他说啊，我发了一笔小财，我要把这个债务给还清，而且要到外地啊去做生意。我去他家呢，发现他居然还破例的买了韭菜，把我的借据啊全部都拿出来等着我。我心想啊，伯父抱歉了，要让您空欢喜一场。我站太久了，所以活动活动筋骨，保持身材。算别理他女人家。来继续讲。我跟我伯父说了实话，他居然怒发如狂，还对我破口大骂，骂得极度难听，我受不了了。
所以我就拿了火钳把他给刺死。我抓了借据，搜出现银，于是我就赶快跑掉。还好那天他们家下人都不在，没有人知道我曾经去过。哼，这套句文化说，天助我也啊！啊哈啊哈，非也非也，你这应该是天亡我也，啊不，应该说是天亡你也。老爷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骗我？没有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我这个假老爷还真的是假的呢。周俊，好小子，你罔顾人伦，罔顾旧情，身上背负两条人命，满手血腥，你认不认罪？你血口喷人！哼，你刚才说什么我不知道，反正呢这里也没有人听见，就算你说出去的话我也会一概否认。你的确是够机灵，但是你只提防到隔墙有耳，你万万想不到隔顶有耳。你说什么？师爷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哎，进去，进去。小店生意清淡，您走师兄，哎，怕您摔倒了啊！哎，这不只是房子要失修啊，连我都要进城大修啊！哎，公秦公在这儿，叫他画押，来来来，叫他画押，来画押。你这个死胖子啊，画了一个大头鸭，老子啊不陪你们玩了。哎，你怎么敢走？来，小心！哎，不准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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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爷，这个尊俊的就是那两桩命案的凶手啊，秦公在此，你拿去看看。好，好，既然秦公在此，来人啊，走，把这周俊给我押回去，我细细的审问。老爷，我是冤枉的，我冤你个大头目。大老爷明察秋毫，才能够破这两项奇案呢。老公主。厉害呀，这次连别县的案子一并破了，可真是扬名露脸，知府大人必定对您另眼相看。哎呦，哦，对对对，大老爷真乃青天在世啊。娘，他们叫我青天在世啊。师爷，请留步。来来，这边请。您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师爷啊，这回呢，我可是奉送一件大功劳给您，麻烦你回去盯着你们大老爷，让他一定得做一个真正的好官啊。知道知道知道的，你看他那个样子，我一定会盯着他的。而且有贺壮士的监督之下，他不敢不做好官啊。严重严重啊。说真的，在下游牧多年呐，我还头一次看到贺兄弟能这个样子了。好样的。来，客气客气客气。我走了啊。还有我的鞋。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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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我咧插你囝什么本领不本领？啊，伊甲迄个袁姑娘哦，较早相亲的哦，我就放心啊啦。福星跟袁，福星跟袁姑娘没有要成亲啊。他们哎呀，你是八一科啥？这个福星啦，甲袁姑娘跟成亲吼，啊，阮小龙对因安心啊，嫁予迄个君豪，我。福星跟袁姑娘本来就没有要成亲。阿元。我问你，我突然好晕了，小姐，怎么了？我突然好晕了，我大概太紧张了，现在突然觉得浑身无力。对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小姐身子虚啊！小姐，辛苦啊，你不安坐了。君豪从今以后是不了的，今后凡是你接的案子，就算不收钱也要跟你对簿公堂。
之间不解之仇，被报了。